绝百非。好，那这个上面这是后面来证明前面。那我们现在先说二乘人跟初业菩萨，他很容易去看到有念，而这个有念呢，就要回到这个念的本身，也就是这个念里面呢，你看到有念，这个就叫回光返照了。这本身你看到有念，然后不跑出去，这个就叫回光返照，因为你没有跟着跑。然后你会在这个念里面去看到它粗分别、粗糙的分别的这些之见，所以你就会把不应该做这样的较量，不应该做这样的嫉妒分别，这是我的分别见，这是我的个人的想法。当你从有念里面去把这些粗分别过滤，就是把它过滤掉，就这个动作就叫相似觉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